墨中国风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位通才大家，他的名声啊可以说是如雷贯耳，他就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。祝允明呢，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，他一生下来就和别人不太一样，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他的这个右手啊比别人多一根手指，也就是常说的六指儿。他有一个别号叫做知山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祝知山呢，从小非常的聪明，据说5岁就能写大字，9岁就能作诗，只是可惜在科举的路上啊非常不顺利，举人考了5次才考中，进士呢考了7次也没有成功。他在这个仕途上啊也相当的坎坷。起初呢，他当广东兴宁县知县的时候呢，还是想大展宏图的，可是长期得不到重用，因此呢就心灰意冷，借口生病辞职回家。也许是啊多年的官场生涯让他看透了世事，觉得呢还不如像孔子所说的那样，富贵啊如果没有办法求得，那就跟随自己的爱好，遵从自己的内心而生活。我们今天选的这首诗歌呢，就是他在人生转折点上所写的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危机，名祝知山。仕途开步即危机，鱼解深潜鸟解飞。欲免鱼罗为一字，临方千手不如归。刚才我们读的祝知山这首《危机》啊，开篇第一句就让人心头一紧。仕途开步即危机，世间路途为什么一开步就是危机呢？会不会有点危言耸听的意思呢？这样的句子要说是一位超然世外的老僧写的，那就不足为奇。但是祝知山恰恰是一个留恋红尘的文人，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接下来他就以自然中常见的现象来进行说明啊，鱼解深潜鸟解飞。鱼知道深潜水底可以隐藏自己，鸟呢也知道飞到高空会更加安全，这是它的字面的意思。很显然作者有更深层的含义，什么呢？就是鱼和鸟不过是象征，它象征的是不同的人如何去化解危机。鱼在水，鸟在天，各归其所才能自由自在。第三句，欲免鱼罗为一字，鱼罗这个词呢是比较生僻的，鱼呢就是管理山川河流的人，鱼罗可以理解为打鱼捕猎的人布下的罗网。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，如果你不想被罗网困住，那只有一个字的秘诀，什么呢？就是最后一句，诗人点出了自己的阅世心得，临方千手不如归。临验的方法呀千千万万，但是都不抵一个字，归。归去就是保全自身最好的方法，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诗人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。在精神层面，祝知山回归了中国文人失意的时候向往隐居的传统。据记载呢，祝知山这人呢长得特别丑啊，爱好声色，有了钱呢就招朋友痛饮，或者分钱给人，自己啊不留一文。他晚年贫穷潦倒，只要一出门，身后讨账的人呢就会跟上一大串。但是他的书法名气很大，找他写字的人呢也会跟着一大堆。在这种冷热交替的人生际遇里啊，他并没有所谓的醒悟，
反而呢是特别高兴啊，自己能够活成这样。风骨烂漫这个四个字啊，可能才是真正切合他的人生吧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今天我们来欣赏一幅祝枝山的书法作品，那就是收藏在苏州博物馆的草书隶轴《乐至论》。《乐至论》呢，是东汉哲学家仲长同写的一篇词赋，表达了生于乱世啊，渴求山水田园净土的隐逸情怀。那么这篇文章呢，其实和祝枝山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谋而合的，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幅书法作品，它是一幅草书，酣畅淋漓，激越奔放，但是呢，又不失法度。这个法度体现在哪里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字的行距啊清晰疏朗，字的间距呢却是节奏多变，可以说是书可走马，密不透风。在运笔上，笔画的浓湿枯淡相间，流畅自然，精彩纷呈。祝枝山的书法特别在意笔下功夫和内心修养双重结合，他的草书呢可以说是上接怀素张旭，中得黄庭坚的笔意，又下起徐渭、王觉思等人。他遍学名家，但是呢不是机械的去模仿，而是善于把别人的优点融为一炉，以真性情来导引自己的方向，从而呢形成自己的那种风貌。当然也有人觉得呢，他的草书线条不如怀素和张旭那样的骨力强劲，但是呢也有人认为他的风格就是这样啊，叫做绵里裹铁，外似松软，实际上呢是内里境界，别有一番特色。因此呢，他的书法也得到了同时代书法家和后人的大力尊崇，被认为明代草书首推祝枝山。在诗文汉末的艺术时空里，祝枝山尽情地遨游，烂漫风骨所退化的人间遗迹，就是这些性笔挥洒的线条如同万古枯藤一般的墨宝，经历了岁月变迁，依然给人无限的遐思。